为了让我妈讨厌假女友，只能对她紧急培训。这不马上过年了吗？我妈就烦那个打麻将喝酒的女孩，这给你培训吧，快点，别磨叽，走。给你介绍一下今天这两位嘉宾，这位呢是号称麻坛十二娘的小达，嗨。这位呢是号称富贵干上花的乐安，啊，就是由他们俩来教你如何成为老婆婆讨厌的儿媳妇，明白没？哎呀，快坐坐坐坐坐坐。过来。妹妹学明白了吗？嗯，没有。喝点酒就会了。不会喝酒。那喝就喝，喝。这是真不会喝呀。哥，我这好像糊了。你啥牌呀？瞅一瞅。我糊了吧？糊了。妹妹，你糊的不对呀，我教你。这把稳了，我妈指定能烦她。帅哥，我们的小品，恭喜啊！那个，咱吹着打底，先给我鼓鼓。